嗯，还挺好吃的。哎，我祝贺你们啊，然后祝贺我的周胖小朋友，还有小左，你们两个顺利出院，祝贺你们又能重新回归到这个温暖的社会大家庭中。来，干杯。 林哥，你上次在医院跳那段舞还真不错，特别有感觉。谁让你看的？不是，你说什么？宋岭跳舞了，还在医院？嗯，我还录下来了呢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给我看看。我忘记给你看了。快点，宋岭，你别说，你长卷发还挺好看的。 哎，你这胯扭的不错啊！行了，这视频就别再传播了啊！笑话，不行，明哥，以后吃大餐啊，还有什么请假的，都指望他了。别笑，威胁我你？没有，回头我就上了啊。来，大家以后一定要身体健康，别闹别扭，事业顺利。嗯，来，干杯，干杯。 你装啊，在这儿，咱俩第一次见面啊，你那么客气啊？啊，没见过吧？之前见过吗？是第一次吧？你别看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你把我女儿拐走的。不对啊，阿姨，你记错了，肯定不是相亲那次我都没去。我说相亲了吗？我说了吗？我说了吗？啊？没说啊。 你没说啊？我说的吗？啊，对，是，嗨，我想起来了，阿姨，不是那个什么嘛，那个，哦，我跟周放现在不是邻居嘛，我俩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为什么有点交集？孩子的事有了那么些许的交集，对吧？我那天想请他吃个饭，表示感谢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？孩子？啊，不是。 洛洛，他是你的爸爸。爸什么爸？我妹妹哥哥，我是他哥。不，这有点乱，我这下信息量太多了。那个我得捋一下啊。出去怎么走？嗯。去哪儿了？500块钱问题问完了。你回来。又怎么了？ 告诉我，真没跟我说，什么钱都敢收？在这儿呢，来了。你问我是不是一身酒味儿？你什么情况？我刚才来早了，旁边有个画廊，我去看个画展。 结果碰到一女的跟人吵架，一杯酒就泼我身上了，哎，道歉都没有就走了，还有这么没素质的人？可不是嘛，我还想这么没素质开什么画展呢？你约的那个资方呢？估计在路上了吧，应该快到了。这么没时间观念啊，靠不靠谱？靠不靠谱？哎哎，这儿。你好。哎。 那个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有些失礼。哦，没事没事，那个你没事吧？我们聊聊工作吧。你们认识啊？啊，刚刚见过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还没给二位正式介绍一下，宋总，万丰集团的股份持有人，令总是我们投资方的代表人。你好。
本来呢，今天就是想让二位正式的认识一下，结果没想到你们先认识了。是，没想到这么有缘分啊，这种见面方式。是，太有缘了，所以说你们的合作一定是势在必得嘛。我觉得这次交易，不论是股权还是宋总本人，我都需要再做实际的评估。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个工作态度非常棒啊，跟生活中的状态完全不一样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是生活中也能这么冷静的话，那你一定能要回来那幅画。你这是在夸我，还是拐弯抹角的想评论什么？我不评论什么，但是肯定不是夸你。没，宋总呢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开玩笑的人。行了，我时间紧迫，我们聊聊项目吧。啊，可以。你把你的感情史交代一下。你这问题有点大了吧？有多大呀？你有多丰富啊？行，我坦白，我坦白。我大一的时候，暗恋过霍晨东。谁？暗恋谁？我转过来。你不是你俩没事吗？你不是说你俩没事吗？我们俩是没事啊。这还得怎么有事啊？我就大学的时候短暂的连过他几个月。我还让你跟他去吃饭，我这心多大呀我！我吃饭的时候已经跟他坦白过了，现在就是哥们儿。你俩到现在还聊这事儿了？有完没完了？已经完了呀！怎么了？你前女友的事儿都过去了，我暗恋的事儿还过不去了？过得去。那我继续聊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大学因为作业太多，我就没谈恋爱。后来毕业以后，回国我就遇到了王子阳。你这人生也是不好走啊。王子阳就不用说了，我就知道了。然后就我了。哎，你这么说来，我的感情史还是不太丰富哈。哎，可以啦，三个了，标准答案都这样。那行，该我问了。你问吧。你这个手镯有多贵啊？我如果摔了，我能赔得起？你肯定赔不起，你只能拿下半辈子赔给我了。那我可得小心点了。小心点干嘛？不想赔啊？你都说要搭上我下半辈子了，那我可不得小心点吗？回家我得收起来。你这下半辈子跟他也没什么关系，对吧？反正你也离不开我，怎么着都得在一起。是你离不开我。哎，你管他谁离不开谁呢？反正在一起就对了嘛。是不是？是。你说，也到了这个时候了，哦。这个。奶奶也见过你了哈，是不是该对我负个责了呀？你这么说好像确实有点道理啊，我想想，我们也确实应该合规合法的。想领证了是吗？我就知道。给丫丫办个证。给丫丫办个什么证？以前我们小区楼下有个小白狗，名字叫丫丫，你猜办什么证？你被他咬过吗？没有啊，咬过。林哥，我来了，喝。我没醉。行行，林哥，行，要。亲亲，不喜欢亲亲啊。我去，这么刺激啊。刺激什么呀，喝多了。这人家带女孩回来，带了回一个男的。怎么了？这不武三哥哥吗？他咋了？感情受挫，没出息。这谁感情受挫了？错综复杂，杂乱无章，张牙舞爪，
找不到你。哎，武三哥哥，你这语文水平挺好的，你找不到谁呀？晶晶，你找不到晶晶。失恋了，晶晶。失恋了，没事儿，时间可以让你忘记所有的痛。别跟人瞎说，赶紧睡觉。那你看我哥对你多好。赶紧回去睡觉去。哎哎，我没说完呢。晚安啊！垃圾桶的床边给我吐床上啊！来，听没听见？床头有水啊！晶晶，晶晶，晶晶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连现金啊、护照、学校证明什么带好了吗？哎呀，沈迪这些问题已经跟我嘱咐了好多遍了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要不要搞那么紧张？到了那边之后，钱不够什么赶紧跟我说啊。有事也别怕，给我朋友打电话，他们会帮你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唠叨了，你们俩好好的，别吵架就行啊。我马上就到了，你们先挂了，这样，拜拜拜拜。